8月15号，就在昨天，突然，这是中国人民央行突然无预警给你大放水，突然无预警的这个降息，3个月子里面给你降2次，你看这里面你没看到的东西有多恐怖？我们常常讲，哇，中共有多厉害，最厉害我的人民币，我有多少的外汇存底，我跟你拼，对不对？拍谁？最近的人民币守不住了，好，近期你可以看到。从5月22号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在岸的人民币贬破7，接下来你看一路狂泻，这是人民币对美元，你可以看到往下哈，在昨天还一度贬破7.3。